显得他有点动作频率有点慢，是因为跟日本女足这哎呦被对方切进来了，五顶的位置小心啊，危险！刚刚开场11分钟还是丢球了，对方的突然换到右边，你看直接把过他这个七号后腰三本优越的个人突破能力极强，之前的几场表现呢，我们如果考察的话，应该对他有这个队员在日本队。个人能力是非常突出的，这球就是被他一这球前点的人啊，这球也有问题啊，前点的这个里边是一个死钉刺，铲王双点不错，被门将打了一下二点，再抢一下，还有机会，哎呀，还有球，还有球，漂亮，漂亮，好球，扳平了比分。一比一平，还是依靠的角球的二点，我们看一下，第一点守门员击出来之后，二点我们头球有优势。王珊珊顶进去混战打门，后边应该是王琳琳，对，一个三点等于三点球啊，王琳琳一个头球，其实这个球王琳琳顶的时候有点那个对手抬脚过高，我还在喊张琳琳犯规的这下转身这脚就应该进，对，打门柱上了，对手导演先看这个球，让对方这球中后卫别出来，站住里边，站住站住站住，对，站住里边，哎呦，还是丢球了呀！他光站，但是他不压，这就很麻烦。不是他这个古川萌萌子线路封的不对，这球一下过得太轻松了，这个露出来了，已经没交代到第一下。这球王琳琳应该封住，你看他封的线路就不对，他早一点出来穿了个裆还，对，封这边，然后呢，这你看这个球穿个裆也就没办法了。但是之前的这个姚伟那一块，他这个。不让他过得那么轻松，那个不是他顶的有点冒了，那个球是，就是其实你作为一个中后卫来说，这种场景下，哎，这个位置别扑他，别扑他，这个视野观察封住，确实好，你看看吧，他打一脚进一个，你这个就没法弄，这没办法，这个是他的真的没办法，这个是千叶凌海菜，他的给他转出来，你让人摘出去，那就没办法，相当于一个转移加转换，对对吧？你等于是场区的转移，球权的转换。你导致咱们那边完全防守人数没有优势，这个没办法，你这个只能退。你看这七号，咱这个这一侧这俩后卫已经做到最好了，没办法了，没办法，这俩一个左后卫，一个中后卫，已经是只能这样了。前一个长传，我们一停丢了对手的界外球，然后这球就这么丢了，啊，能转移的球没转移，然后有紧接着就是下边这个边线球的后边所有过程。啊，所以你看似是一个边线球，其实你这个球如果转移了就没有这个边线球。啊，所以我一直从来都是在跟。又出来了，好球！哎，中路要罚球区没人，边线球，张鑫，这是34岁的老将。哎，角球，对方还是前点，危险啊！哎呦，进了，4-1。进了，这球进了，后点让对方前点后蹭，前点一蹭，只有17岁，角球也让对方进了，完全漏人了。前点后蹭，这还是我们自己队员蹭的。这个球队员，这看谁？对，咱们的右后卫自己蹭了一下，谁蹭的？这个对方高点，杨丽娜、王珊珊都在。后点能抢到，抢到有了，好球，扳回4-2，拿球继续，张琳艳还是角球，我们今天两个进球呢都是角球，刚才一个小个子站在他守门员身前，其实更多的就是在抢二点，张琳艳这球非常机敏，第一下、哦、这球姚伟顶到了一下，姚伟顶到了，第一下不走运，顶到了立柱上，但是第二下张琳艳反应太快了，还好王双，球没有给好。其实刚才这两下球进去出来，对方的阵型已经往他的左侧收得很厉害了。王双那球选择的还是打这一侧的肋骨。我们要做到统一，要不你想一块儿上来啊，这球
没问题，拽下来了，看能不能摘出来。最后只能是仓促的解围。解围的目的性啊。还好了。二点二点和后点都是好点。头就蹭到了。好球。三比四。三比四。杨丽娜。杨丽娜帮助中国队再次扳回一球，我们角球完成了帽子戏法。三个进球啊，这个蹭了一个理论上的死角，是这个球蹭的质量太高了，这个球男足队员可能也未必能蹭的这么好啊。杨立大王，哎呀，好球王振振，来左路一对一局面能不能给过来，还有杨立大张烈想要身后一下没有给，陈乔珠直接找锋线王振振，哎呀，王振振那球没停好啊，很好的二对二局面啊，是有机会啊，没问题，对方快不起来了，田野杀，没问题，断下来了，没给好啊，这下没有关卡，没有关卡。严谨谨都不知道身后有对方球员，还好这是姚伟的补防，好球好球，张烈技术能力非常出众，这边打得太小了，早点转出去，对，得有转移，哎呦，这球多悬，好球啊！王双，王双，继续抢，抢啊、别松，怎么给？啊，不要了，给压力。这个守门员已经，好球！哎，在脚下。王双，哎，这球犯规啊！没吹呢，就继续抢。没吹，还有人限制他，不让他轻易把球转移出来。他这会儿也没劲儿了，他也没劲儿了。不好，这是一个不太应该的积极的失误。整个队形刚压上来，他这个位置丢球其实挺危险的。我们都往这儿追呢。加他啊，站住，对，别吃动作，加他，哎呦，别伸腿啊，危险，还好挡住了第一下，刚换上场那个娄佳慧吧，应该是娄佳慧去了右边，娄佳慧也在，娄佳慧对，张烈这会儿又顶到了中间，看郭亚沙，球吧，郭亚沙的传中太靠近门将了，那个有点像右后卫啊，直接吃了他传中的这条路线，说明对咱们队员的特点他研究的很透，就直接往外更多站了一步，咱们左脚就兜起来转了，不能让对方过去，还有时间可能就不够了，这时候裁判员吹响了全场结束的哨。